我也没有吞的。不过你不太会飞，行走啦，在地上打的虫弓也很棒啊，就想象你是赵子龙嘛。好了，到。对啊，他前面你刚买的时候，会让你进一个房间，变各种武器。不过，前期武器真的都是不太好用啊，也是。等前期看你惯用什么而已。哎，瞬间移动了，有吗？有。啊，最前期是建议不要玩远程啊，因为你要打属性的东西，有的没的，怕你不太顺手。不过搞不好你远程也适合你，也说不定啊。会不能肯定，只是选成初期太吃亏了。对啊，而且你很吃你的钱哦，打出去的都是钱哦。嗯。被红起来，还不打算珍惜。不然真的不知道怎么选的话，就双刀吧。真的，双刀很棒，太无脑了。那就是很闹，他哎，猫猫，猫猫，你这边太惨了。没关系啊，给他讲话。哦，阿里西五被四魔五魔啦，这两个开你再给我开我开那个叫什么？熊联盟。什么东西？不，你怎么不开魔物都在开英雄？阿强有点气我。装起我的不动冰装，给我你的头！你怎么头那么高啊？哦，被你收掉了。他不给我断了，哎，断了断了，还有，又没有灯。
攻起来。微溜微溜，尾巴尾巴呢？尾巴在哪？阿杰克雷在开台吗？嗯，杰克在陪小雨开台。哦，大乱斗，大乱斗，真的。哎呦，自卫他们一起要打对啊，没上剑啊，上什么？哇，不然要上什么？自己满牌啊，我就之后再上啊。好啦，我叫满牌啊，你就四个人呗。哎、欸，他们可以自生自灭呢、欸。耶、yeah! ！不行这样啦，可以陪妹子，这个容易太过于不行啦，看兔子都去陪白起看星星，打电话有的没的了，真陪魔女。天哪！他现在还在跟学长的外套玩，还在玩学长的外套。对啊，学长的外套，学长的外套，学长的外套，这只到底是什么龙啊？明灯笼，明灯笼，你最后你的主线剧情最后的龙，漂亮。那时候小雨的 2.6 倍世界来的，哇塞，啊，那么酷。再飞哟，还有一次，飞四套了啦。啊，好像四套，一战吧，一战完了，战完。Go， 先帮舌头把四套都刷出来啊。对你好不好啊，舌头？好，真好。这个就要回到谁是奶妈了。他好像很不行。我哪有？我觉得难过。在那边笑了。哪有？有这么明显？被舌头你奶吗？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那你要抱。的查哪一张啊？打什么流？扩散流。扩。算了，不要好了，会死人。还有血。扩散。还是双刀就好了，不要太多，双刀就够了。来啊，双刀啊！就给他双刀。那叫出去飞天，我们在地面。飞天了啊！不然我拿锤。机会的近战武器，跟锤子、太刀跟大剑。你接了吗？没有接。可以来双刀啊！我接了，我接了。相信双刀也是很好玩。相信啊，玩不起来啊。超虫棍在空中躲超多瘴气的呢。对啊，也是。他往下喷，我就飞起来就好了。对，打了。话说那个、啊，等我一下，我调一下图。啊，有爆头巾 ，OK OK。好。记得吃风切、啊，干嘛、啊？不能可以多死一次了。我昨天有教他啦，风切跟药石头，教大概。帮忙吃。有教，但是现在记不记得不知道。记得帮我们吃鬼巴炸菇就好了，还有补血。然后拍我的那个，要的话我们自己再喊就。天哪！下啦！漂亮，角色啊，马尾。可爱的橘子，
再说了。他是打五十武器啊。哦，好。哦，我是说，我是说他那个来的话是用什么武器？好的啊，第一只。第一只啊，暗灰的。这是我唯一有的一只笛子，这还有预设的金属笛子，你想骗我？预设被我卖掉了，可以再买回来，你可以再做啊，也可以买啊。是把等级低的球都卖掉？对啊，占空间吗？会没有，我喜欢，我会留一个等级低的，是因为这样比较好看延伸，它可以延伸上去做。哎、欸，你喝太早喝了。等一下，你没看到旁边都没人吗？有，没关系啊。我脱离了。对啊，重开啊！重来。可是我旁边有你们在，我等一下就不看到你了。然后，你有插快吃吗？我好像有，但我没有。我也断了哎、欸。哦，它是挂掉了。都断。看来又是。魔爆炸死，爆炸啦！魔物又爆炸，那边爆炸啦！原先又爆炸啦！谁开啊？先移动机会去，连不连得到吗？我开吗？好啊。可是，时装不是的哦，这个是他那一件的外观衣服。这里，他那一件，那、啊、你可以搭这个的全套，再加上这个的下半身。我开好了。不过旅团，给我那个马好了，给我那个房间，准备的，夜猫进来，等我一下，3、2，好，打出来了。这个怎么用啊？到别人机会，然后下面会有个，啊，有了，我在里面，可是我看不到参加任务哎。